看看新闻网。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，李亚鹏和王菲离婚三个多月来传闻不断，不但被拍身边涌现新女友，日前又涉嫌敛财遭调查。而最新有消息爆出，因他疏于照顾与王菲的七岁女儿李嫣，忍无可忍的王菲忙从香港赴北京接爱女回娘家暂住，并有意夺回女儿抚养权。